就是来说一下吧。为什么我画了一个太阳呢？就是因为我总觉得炫，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就是笑得很灿烂，就是因为他的一些天真啊，一些很像小孩子一些就是质朴的东西，感觉我就像向日葵一样，就可能总是想偷看他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像太阳一样，就是觉得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温暖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天真的一些，让我感觉好像自己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丝幼稚，然后也就是希望他能一直炫彩夺目，就是一直这样保持这种状态，然后一直这样如此的闪闪发光。哇，喜欢。那要画我吗？好，我画的是一头狮子，然后还有吉他，还有麦克风，就是在那个联欢晚会上的时候，然后你不是弹吉他唱歌，然后我很喜欢，就是那天你在台上的那个样子，带给人就是一种，哇，你真的很温柔的感觉，很难得你在大家面前表现这个样子，就是你。你的温柔的那一面，还有就是你的头发，红色的，然后卷卷的，然后小炸毛，然后还有你笑起来那个梯形的，这真的跟我画自画像就是异曲同工，只能是就是非常相像。虽然大家看你就是初印象都觉得你很凶，就是像一只狮子一样就很凶，但其实你是很温柔的。好的，谢谢。